你怎么回事啊？心不在焉的。没事。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阮总，如果你面对一个你很爱的人，但是却不得不欺骗他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我不是在点你啊，我是在说我自己。你知道的。 我女朋友就是孔真的闺，不是孔真，就是他不想跟我结婚。不想结婚？对呀，你说这怎么会不想结婚呢？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，那就是会想要在一起。我不是说结婚很重要的意思，阮总。 如果相爱的两个人也不一定非要结婚嘛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两个互相喜欢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是，阮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，哎，阮总，我没有情感问题了。沈征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 我觉得你既然做了这个决定，肯定有其中道理。我见过我爸爸，因为我的病，那么叱咤风云的人，说垮就垮了。我的妈妈，也是觉得因为他选择了离婚，而让我们遇到了车祸，终日悔恨，然后郁郁而终。我的弟弟。 也是因为我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过错，远走他乡，就连夏洛也是，还是因为我放弃了他喜欢的，然后来学医。阮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病魔只会带来不幸，让人变得勇敢和坚强，在这个时候，诚实没有任何用处。 那是懦者需要寻求安慰，拉人下水的谎言。而只有谎言，才可以维持原来平衡稳定的事情。真的喜欢一个人，就算他皱一下眉头也会心疼。怎么忍心让他经历这些事情？我一个人经历不行，就够了。 我知道了，阮总。嗯，谢谢。忙了一天了，都没见你休息过，有那么多事儿要忙吗？当然忙了，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很关键的。今天收益多少？今天还不错。 你都亏本大赠送了，还不错。要看长期收益嘛。今天大家都很满意，反应也很不错，特别是我们的特色原汁椰子饭。之后还可以开展别的口味。今天周浩还说很看好我们，想要入股呢。他想入股，他就是动机不纯。你们两个真幼稚。反正我不要让他入股。 别动！你头上有个虫子，这虫子真是太多了。我还想之后开个民宿呢，除虫问题得好好解决一下。 你看着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还有，你刚刚干嘛要背着人家？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怕虫子啊？
干嘛？想什么呢？把头发夹好，女生就是麻烦。忙什么忙？哪来这么臭的夹子？菲菲，你回来了，来，来，把包给我。来，先坐，坐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你不是去出差了吗？哎，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我就是去帮阮总办了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这，哎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。今天是我们正式在一起一个月的纪念日。啊，都一个月了，这么快吗？哦，对。这是。我还以为你又要跟我求婚呢。不会不会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就对了，就算你求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我知道，是我做的不够好。之前我一直只顾着自己的感受，一心想要你的回应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我想知道你的困难。为什么你不敢和我在一起？为什么和我在一起之后你又不敢爱我？为什么你害怕我和你求婚？菲菲，告诉我好吗？珍珍，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啊，坤叔，这是啥呀？咱们不是以后有可能这儿改民宿吗？我就找了点老物件，整理整理。洋洋买的。啊，对。丑是丑了点儿，但还挺实用的。我看这小子，他一门心思就在你身上。坤叔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小子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什么都有。就是不会表达，你要是问他要心要肺，他都能给你掏出来。我知道，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。啊，哎，珍珍，你看，这个呀，是阿正和洋洋小时候的照片。这是他们俩的妈妈，这个是洋洋，这个是阿正。没想到他小时候就喜欢板着脸。哎，阿正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跟他联系过？最近没联系。这孩子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忙，一忙起来不管不顾的，你说说。
不行，我这两天有时间，我得过去看看他。我呀，得好好给他改善一下生活。坤叔，你一定很爱洋洋妈妈，因为只有很爱一个人，才会这样爱他的孩子。你对他们真好。我这一辈子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跟他在一起。啊，我这一身手艺啊，也是因为他才学的。就可惜人走的有点早了，留下我和洋洋，我们爷儿俩。我们爷儿俩这些年忙忙叨叨的，这不也过来了吗？有时候太忙的时候啊，我还真顾不上想的。是啊，忙起来就不想了。菲菲，曾经我爸爸对我妈妈也这样好，妈妈告诉我的。妈妈说爸爸特别宠着她，连杯水都不舍得让她倒。爸爸说妈妈的手很漂亮，纤纤红酥手，不沾阳春水。可是后来渐渐的，他却不回家了。妈妈想不明白为什么，就每天在家里等他，茶不思饭不想。后来我妈带我去找他，他却和别的女人拉着手，情意绵绵。你说你们男人变心是不是总是这么快？这没有道理啊。总会有不一样的人的。我不相信我会遇见，就像我妈在死之前，她也还相信对于我爸来讲，他是不一样的。他用那双漂亮的手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，但可笑的是，他在死之前还是没见到我爸，却只能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你。”菲菲，所以我不要爱上任何一个人，因为这样子我就不会受伤，也不会被束缚。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爱我，因为爱情对我来讲是最廉价也不靠谱的。所以沈章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们不会是这样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喂，喂，夏总，阮总去美铁村了。好，陆云那边呢？有动作吗？还没有。
那就告诉陆云，阮洋洋就在美铁村。好的，夏总。笑吧，快乐的日子转瞬即逝，忧郁的日子即将来临。早安。嗯，早。小邻居，嗯，你今天这是不是掺水了？怎么一点都不咸？怎么可能？我天天都这么做。小邻居，哎，孔真。你今天真好看，特别是你头上那个发卡。哪儿好看了？丑死了！你是不是骗洋洋50块钱让他买的？闭嘴！瞎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那我们浩哥怎么办？对啊，回去告诉周浩，他没机会了。瞎说什么呢你？孔真。阿正，还好来得及。你来干什么？考察合作对象的资质。每日耶向阮石申请了投资，想要加入阮石的美铁村开发案，我来实地评估一下。谁申请了？我。捆绑。我们不要你的钱，你走吧。不出意外，你还是那么令人失望。阮总，我们想要和阮石合作，每日夜不会让你失望。你说的算吗？算，我带您体验一下我们的主题招牌菜。我带你去。接过。我们每日椰是以椰子为主题的特色餐厅，我们主打椰子六宝，可以让顾客自主选择。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椰子饮料，原汁椰饭、椰汤、椰子烤串拼盘、椰子零食，你还可以带走一只你喜欢的手工椰灯。我们可以让顾客一次性的尝遍最具美铁村特色的美食。你们很讨巧，厨师的手艺不算顶尖，所以主打一个特色，制造宣传噱头。但是时间久了，顾客很容易失去新鲜感。我们会不断的翻新菜单，而且我们自创的椰子糖还有手工椰子制品很受欢迎，之后可以开发生产链和相应的产品外包出去，打出我们美铁村自己的品牌。这些也都只是存在于你的想象当中。你们的模式不难复刻，比他更好的厨师也不难找。这些零食虽然还挺有意思，但是包装简陋，保质期短，没有品牌背书，没有销路，很快也会烂在手里。你，所以我们才需要阮石集团，阮石的品牌、销路、资金，还有客户，可以很好的弥补我们的短板。那我为什么要来弥补你们的短板？因为人，我在阮石集团工作过，全程参与了美铁村开发案，我很清楚，阮石缺的是人。
一心愿意把建设美贴村当成自己事业的人。好的大厨还有经纪人并不难找，但是了解美贴村愿意全心全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却很少。我相信之前每日耶的申请资料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阮总今天愿意大驾光临实地考察，不就是为了人吗？我还听说阮石会找一些当地居民合作，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别墅、民宿供旅客们度假。我们的房子地理位置优越，环境极佳，我们评估了一下，翻新改造的成本也并不高，不知道阮总有没有兴趣。走吧。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你们边吃边聊啊。其实我觉得并不可行，以他们这些项目并没有什么优势。阿正，你怎么想？哎，别开！哎呀呀，别别别！你干嘛？我关这个。你干嘛？他会感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阿正，你至于那么紧张吗？不就是淋了点水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赶紧带他去换衣服，快点！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你找这未婚妻那么凶，品味真差。我没品味。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？换一条。我就这么一条新的，我还没穿过呢。你要换别的吗？换好了赶紧出来。你把衣服给我呀。洋洋，我来给你送毛巾。穿好了。长痘了？有吗？我没注意啊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吧？没有啊，就是心脏有的时候。心脏？心脏怎么了？心脏有的时候跳得挺快的。一定是因为熬夜了。熬夜的话就是容易长痘，还会使心脏负荷过大，甚至引起停跳。不行，你过来。够了！你认错人了吧？你宝贝阮正在里面呢。总之，你最近不要熬夜，不要吃辛辣刺激的，也不要吸烟饮酒。吃错药了你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。你这样很像洋洋。确实挺没品味的。他送你的？哦，就是带着玩玩。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戴着挺好看的。你最近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很好，
很开心。和瑶瑶也挺好的。嗯，你跟夏洛看着也挺好的。我收到请柬了，但是我可能没法过去。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开心。谢谢。其实夏洛问你衣服换好没，那我先去帮坤叔忙。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出现了？你为什么总是要在别人即将胜利的时候出来横插一脚呢？孔真已经决定要忘记你了，你一出现，我之前做的努力又全都白费了。我送给他的那个发卡，只因为你说了一句好看，他以后再看到的时候想到的就只能是你。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你说真的？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常回阮氏帮帮忙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可能去度蜜月吧。夏洛不太喜欢我一心扑在工作上面。也是，那个母老虎啊，行为举止怪异，情绪相当不稳定，有你受。洋洋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和你说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很多事情，十年前的车祸，害你出国，回来绑你，骂你，打你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这么说，搞得我很弱一样。我每次都有打回来，好不好？那次车祸。要不是我在车上闹你，阿豪他根本就不……哎呀，不提了。你怎么好像良心发现了一样，一点都不像你了？有吗？就今天这一次了。以后有一天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你记住，你是我唯一的弟弟。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孔真。哎，都说了，剖腹产先出来的其实是弟弟，你都占了我20多年的便宜了，我是不会喊你一声哥的。你现在根本不能离开医院，你还非要跑出来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我还有多少时间？没事，挺好的。你不用再骗我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。我现在发病频率越来越高，保守治疗和基本的外科手术都已经没用了。预估寿命3个月，如果病情恶化，可能也就1个月，对不对？会有办法的，马上。姐，你真的要常住美铁村啊？阮氏已经答应给我们投资了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可是那种地儿你待得惯吗？当然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现在流行逆城市化，乡村旅游都是很有前景的。况且
美贴村离市里也不远啊。哎，姐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你先好好读书，照顾好爸妈再说吧。走个后门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小老头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洋洋，我去亲戚家小住几天，别担心我，住几天就回来了。亲戚家？我不在家，照顾好自己。五年，捆罢留。门锁坏了，找一个师傅来修。知道了，就知道耍我。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无所谓，反正要的是他的命，还他当年欠下的债。我不欠你们的，陆浩他也是我的兄弟。你没资格跟他称兄道弟。这么多年，我颠沛流离，东躲西藏，我们都知道那件事情是个意外。是不是意外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跟你走，把他放了。不行。之前可以，现在晚了。程武，你难道不替陆云想想吗？你以为杀了杨洋，你们的恩怨就能烟消云散吗？到时候你是杀人犯，他是教唆杀人，你们谁都逃不了。杨洋，我只想完成他的心愿，仅此而已。程武。我知道陆家对你有恩，你也是陆云剩下唯一的亲人，但是你这样让他一错再错，根本就是在害他。你难道不想让他放下仇恨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？孔真，孔真，孔真，我们在这里，救命，救命。我们走吧。没事，你们没事吧？别让我再看到你们！没事，真的是无法无天了，这帮人。还好吗？来，再吃点。夏小姐，阿正的这个病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很困难，他现在已经是中末期的心力衰竭。怎么会这样了呢？不过也可以想办法尽量延长他的生命，还需要您的帮助。我？对。那我能做什么呀？我知道阿正跟洋洋一样的，都是把您当成了亲人。这个时候您如果能多陪陪他，他的心情会变好，自然对病情也有帮助。阿正最喜欢吃我做的菜，那这两天我就多陪陪他，然后给他做做饭什么的。
哦，阿正的事情啊，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那我就跟洋洋说，我去亲戚家住两天。夏总，什么事？中午出现了。你声音小一点，不要影响到他休息。孔真和洋洋在家遭遇了袭击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要告诉他吗？告诉他有什么用？你见过他之前在医院抢救的样子，你觉得他还受得了这个刺激吗？我只是觉得阮总得知道，毕竟是他的弟弟啊。不是没有出任何事吗？夏总也知道。总之，这件事情不需要告诉阿正。为了让他在这里好好休养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不碰公司的事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打扰到他休息。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是，夏总，小心啊。谢谢。阿正，坤叔，啊，你们吃完了。哎呀，夏小姐来了，这早知道叫你们一起吃了。我们才不跟病号抢吃的呢！您看您来了以后，阿正多开心啊，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。公司有什么事吗？就是一些投资款的批复，我来和您请示一下。这些事情你处理就好了。对啊，沈特助这么能干，就应该多把工作交给他做一做，你也少操点心。哦，对了，沈章，你陪阿正去走一走，也消消食。好。你们慢一点啊！嗯。没事的。刚刚也太惊险了。还好你脑子不错，还知道先把我支开。你都已经发现了，那就赶紧走啊！为什么又要再回来？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你带走啊？谁知道那个丧心病狂的陆云要对你做什么？你最近要小心点。嗯。对了，坤叔呢？找到没有？他给我留了张纸条，掉地上了，我没看见。哎呀，说是要去什么亲戚家住几天，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亲戚，打电话也不接，白让人担心一场。没事就好。坤叔，找什么呢？找手机吗？对呀，我刚才好像就放在这儿了。这在我这呢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就帮您收拾起来了。给，好好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有拿住，啊，这也开不了机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帮您收起来，过两天修好了呢，我再还给您。哎，算了，这个手机啊，也就洋洋那臭小子给我打电话，不用了。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，免得这两天他找不到您会担心。我跟他说去亲戚家住两天，你跟他一联系，我这还不好解释了。不联系了挺好的，不用了。也行，那您就在这边踏踏实实的陪着阿正。哎，没问题。哦，这个手帕还蛮特别的。哦，这个呀，是洋洋妈妈当年送给我的。洋洋这小子给我修了地址，还给我修了电话。这是巴不得我的老年痴呆症啊。那夏小姐，你先忙，我进去收拾一下。好。